原标题去无一之一世真结局，真结局。欣赏米利亚姆打败了恶魔之王巴尔，黑暗与混沌消散了。约翰内斯跑了过来与米利亚姆交谈，约翰内斯表示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早已在恶魔城堡的各个关键地点绘制了魔法阵，刻好了诺亥文字，只要利用勒加斯之书发动这些魔法阵，就可以将城堡和恶魔送回他们原本该待的地方去。约翰内斯发动了魔法阵，镜头转向了恶魔城堡，展开全文。在恶魔城堡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魔法阵令恶魔城堡破碎，城堡的碎块以及其中的恶魔全部被送走。此时米利亚姆和约翰内斯已经回到了村庄，看着一切恢复原样，恢复和平的世界，两人笑着离开。笔者吐槽，安葬了那么多人，墓碑呢？还有残留的恶魔需要被清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